期的，一直到到最后十几天的时候，我们提早了两天，在今天星期五的时间早上，我们说的是在一天之内已经涨了17,500。结果呢，前面三个交易三天的时间内，完全是增加了一半，到今天已经增加了17,500。但是还会再创新高，但是还会再创新高，因为这些呢，快3,000的能量，它刚开始出来，所以呢，美国不要说它的高峰的这个峰值达不到，现在美国只是在这个疫情的爬坡的过程当中的半山腰的一半。那美国可以说呢，已经超过一大半，超过中国的这个。那全球现在199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数已经足够，我们能做的少部分的2%，达到全球世界的国家大概有50%。新加坡只是